悠游双北自行车道亲子自行车活动出发了。新北市海山退休教师教育关怀协会办理经济弱势儿少及身心障碍者家庭健康促进活动，悠游双北自行车道，带领小朋友和家长们出门运动去，享受户外的休闲好时光。悠游双北自行车道总计举办12次活动，带领大小朋友骑脚踏车到中正桥、大道城、树林运动中心等地，同时搭配社会福利宣导，能有足够的资讯了解相关权益。另外还有团康游戏，借着活动让亲子聚在一起，享受难得的家庭欢乐时光。海山退休教师教育关怀协会表示，透过举办活动，能够让学生及家长提升单车运动技能及增进体适能，并且能促进亲子感情交流，培养运动习惯，还能认识新北市淡水河、大汉溪、新店溪自行车道，丰富娱乐休闲生活。记者林丽如新北报道。